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天上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容美，世上一切变难当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，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，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，更多爱你，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，能不能是我力量让我更多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十年前的时候，我家由小到大都是拜神拜得很犀利的，咁每年都会求签啦，咁样。咁十年前我经历我第一段婚姻啦，咁一结婚的时候就即刻有了第一个小朋友，有了个大仔，咁亦都经历了婚姻的背叛。咁當時咧，大仔出世嘅時候咧，緊急要做手術。咁當時因為經歷咗婚姻嘅背叛嘅時候，得翻我自己一個啦。咁所以有我媽媽幫手。咁我哋就經歷咗好多大大小小嘅手術啦。咁喺伊麗莎白醫院咧都辛苦咗幾年，係啦。咁經歷生死咁樣。咁然後咧，約莫喺五年前咧，其實係經歷咗手術之後咧，咁我仔大概兩歲半到咧就確診咗係自閉症傾向啦，咁亦都發展遲緩。其實 so far 阿仔而家八歲半都未能夠可以交談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喺五年前咧，當阿仔確診咗呢個情況嘅時候咧，咁我係亦都轉咗工啦。咁但係神好好，因為當時我都仲係一路拜神，好努力咁拜神嚇。咁轉咗工嘅時候咧，我工作我團隊裡面其實有八成都係好敬虔嘅基督徒。咁亦都開始咧受同事鼓勵之下咧就翻教會，帶阿仔去翻教會，因為我覺得好需要啊！睇有冇方法可以幫到我嘅大仔啦。咁一翻去嘅時候咧，一聽到詩歌咧，不停咁喊，好感動。咁身邊咧好多好好嘅天使，即係天父爸爸對我好好，因為好多敬虔嘅基督徒圍住我。咁佢哋令我知道神嘅詩歌，亦都令我知道其實我要需要搞掂咗我自己先。咁一路經歷呢五年嚟翻教會，透過詩歌嘅敬拜，有好多嘅治療。咁受到感動就係其實神想搞翻好我，去繼續去陶造我，令我成為一個完整嘅器皿，可以幫佢做。